对线边路李信啊，我教大家怎么对线边路李信啊，知道吧？援军出击。对线边路李信，首先你要想到，对吧？他李信的一级强度如何？对吧？光性，他带的这是闪现，肯定是光性啊。一级李路的话李信的话强度是特别低的。不过的话，带个姜子牙就有点棘手了。凭什么你能带个姜子牙呢？我操！他在时时刻刻注意这个草丛啊。对吧，慢慢慢悠悠的清线的等这个技能啊，不舍得交给这个兵线啊。你这个傻逼，我操妈的。狗东西，我操。突然盯着我呢，我操，知道吧，技能不舍得交啊。不能血量再不能再压得太低了，我操。没办法，妹一直来抓我，操！倒是挺牛啊！把前期这个理性的话这个弱势啊给弥补了。收到。稳住，多出几个步甲，暂时的话没有生命危险啊。拉出来、这个姜子牙无所事事对吧，一级挂我边路，这波两个经验兵升四了，因为他那个辅助挂边的话也是稍微吃那么一点这个理性的经济的。出四个步甲形成压制的效果，对面的话夏侯惇是拦开，小野刷新，但夏侯惇已经过来了，躲一个大招过来刷我们这个河蟹啊，早点跳过来伤害打满。这波咱们刷一个这个河蟹，立刻直接走，毫不犹豫，不要回头，稳住。没办法，前期被针对了，知道吧？这把的话我的操作可以算是神之一手了啊，兄弟们，因为这个姜子牙前期啊从始至终都是一直挂我这个边路的，知道吧？我这波的话不把这个红 buff 拉脱他得抢，因为我没有二级大野刀，很难抢到，而且的话对面人数优势压制我啊，让我的话没有下手的机会啊，妈，没有下手的地方，我操，没招，属实没招啊！才是厨艺都值得信赖。光信出了陨星之后的话，伤害是会变高的，因为他有穿甲。咱们现在要做的话，就是安安稳稳的把这波兵线给吃掉，因为这波兵线的非常的好，不仅能让我达到六级啊，而且的话能让我。操！装，一脚踩住，交闪。请求集合。猥琐！我操，卡了400块钱格地。往他跟前走，大招被他打满了。还好这波李信没有闪现，我操，这个姜子牙倒也是，没准备放过我。三十年河西啊，莫欺程咬金。喵的，趁我这个装没有装备的时候，对吧？一直针对我，操！我不会一直穷的，知道吧？我肯定会有，对吧？有负的时候，等我这个反甲出山啊，随便拿捏他，我操他妈的！稳住啊！每次都是以多欺少。但是咱们家这个队友也是不管不顾，我操，让我直接对吧受欺负。 A 摸一刀，这波直接凭实力单杀，坐下，稳住，打个蓝莲花美滋滋，兄弟们，别拍了，先吃吧。他现在的话高地榜一死，他这个塔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掉了，对吧？看来他的队友还是没有在关键的时候帮他，
拆！我这一波不能跳下去，跳下去了，他那个海月的话是秒杀我的，对吧？等他进我身的时候啊，主动找我的时候，我再跳下去。就这个大起王，我们是随时随地都能跳的，但是千万不能在那个时候跳啊！请求集合。没办法，前期的话一直被针对啊，没招啊，准备传送。姜子牙，我也让你试试苦头。这波的话，直接选择绕后啊。姜子牙他那个辅助装备给他加那么一点血，队友的话全死了。我再带波线，中路的话，杨玉环的话，他这个清线能力有点慢，所以的话咱们得支援一手。一脚踩中姜子牙，沙海拉满开大，还差一下 A 大耳刀，韩信帮我挑一下。我操！我走了。稳住。请求集合。等他先 A， 我操，跳过来一丝血刮不到，可以非常的 nice， 都是在我这个预料之中。韩信的话残血要回家，如果我不拿这个红 buff 的话，对吧，就会被这个夏侯惇抢掉。这波跟这个夏侯惇拼一波，哇操，伤害这么高的吗？他这英雄肯定是增强了，兄弟们。控一下姜子牙我可以杀，但是控住的话，你无论多少控，现在啊，你控住夏侯惇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。我现在除了带线的话别无其他法，知道吧，没有用。现在除了带线的话，打团是一点都不能碰的。我操，打团的话对吧，100%的打不过，我可以这样的确定。我操，100%的打不过。稳住。没办法，队友的话盲目自信啊，觉得能打得过。我操，凭什么能打得过？咱们家有肉吗？墨子是肉吗？墨子是辅助。韩信是肉吗？韩信是辅助。我操，这名夏侯惇打野有肉有伤害啊！经济落后，韩信只是一个侧面切 C 切后排的英雄，并不是代表他能直接正面接人家的团战。我操，就是吃伤害。刚刚韩信在做什么啊？韩信在做什么蠢事？真他妈服了！我操，地动地啊！人家就想做个安安静静。算了，不用打电话了。恶心至极啊！我操！不要抓我了，不要抓了！我操！我的肉不好吃，兄弟们，不要抓我。不死鸟的话还有300块钱出山，静静等待的这个不死鸟出世啊！在这个不死鸟出世的时候，我即为战神，程咬金本人就是我。哎，这波我必拆这个塔。请求集合，过来帮我一下，我暂时死不掉。我操！马可残血，踩 A 二。我操，马可残血，我奶奶！开始撤退，小心有大，被动被他打出来了。我操，跳过来，队友正在输出，一炮没轰到。这波的话给杨玉环的话捡了个大便宜，但是还是杀不死这个夏侯惇。夏侯惇的话他被动才出来，咱们没有这个制裁和梦魇，被他造成不了伤害。我操，稳住傻子。我操，不管他了，翻个红 buff 美滋滋。亚拿是失血，他应该要回家的。我看的话算完这个红 buff 的话，能不能把这个姜子牙给偷掉。收到，如果能偷掉的话会拖一个大波节奏。完了，又被单拉了，这波直接贴脸打理性随便的。但是他很红，他知道他利用他的手中的优势开始撤退。踩 A 二，跑，拉扯，往边上走。这波的话也是只有三个，都是近战英雄。开始撤退。他那个姜子牙的话，清完兵线马上会赶过来。
越近好。还是回家，直接回家，应该是回家了。原地回城，我也听到回城的声音了。菜 ，A 二，拜拜。逐个击破啊！剩下的就是这个马可波罗，马可波罗，你他喵，草丛蹲一手，开大，反甲尖上 ，A A 摸减速，我操！海月的话离距离 有点远，但是海月的话过来的话我是肯定要走的，他有大招，他出的梦魇我扛不住，我操！必须等队友穿墙，海月要拉大了，但是他应该不可能的话就是杀这个壁拉这个壁虎的人，还是拉进去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有大的跳躲一下这个。他的这个一技能 A 双技能全自动，直接踩 A 注意他的回防，他那个一技能落脚点，我操，对吧？一技能还没叫完的话，直接蒸发，我操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翻盘的点。后期的话，咱们要出一个这个苍穹啊，兄弟们，得出苍穹的。请求集合。猜哪？大招应该好了。我开始撤退，咱们没有远程消耗的英雄呀，先撤一波，再带线带线带线，这条龙的话活不久了，也有经济的话就是慢慢的跟上了，我操，好打一点了，稍微好打一点，让我出来，单挑理性的话非常的简单啊，开始撤退，但是难保着他们会来人的，小心转大，注意走位啊。这个马可波罗的话是带了一个进化，不用太过于怕这个马可波罗，过来蹲一手，及时把他秒掉，技能留给这个海月闪现躲了，我操，走走走走走，帮我控一下，对，撤退，射手不能死，开大。哇，海这个姜子牙是最脆皮，虽然他是辅助，但是他很脆的。拉扯，队友已经死光了，还剩一个我和海信，跑，这波只要打不过就直接被一波的命运，我操！点波大招 CD 中还可以守，他们的话最起码出动了一个人去抓韩信，韩信快点回来，我操，我已经守不住了，我操，还好兵线不够多啊，我操，没有苍穹，有苍穹我直接一打三啊、直接一打三，韩信能不能绕后？一个追三个，我操！对面姜子牙出了一个梦魇，喘，直接加速走。怎么说，韩信，别在那蹲了，别在这蹲，这个位置的话完全可以直接啊干杀的，我操！不要让我辜负你的希望，我操！请求集合。可以，这波龙一定要抢到，我操！龙抢到是胜负的关键，我操，开大开苍穹碾伤抵挡致命伤害，我操，乘胜追击上碰到了，毫不犹豫直接踩，妈的还有谁，操，海月他大招只能拉一个，对吧，谁上去吃一下这个海月的大招，反正我是不能吃的，请求集合，因为我要杀李信，知道吧，开大顶踩A 二 A 大招控 A 别让他跑掉，我操！名刀司命，我去，出了一个名刀司命，我操！你一个老小子，我去，他也有名刀司命，你也有名刀司命，他也有名刀司命，都有名刀司命。